在中国历史上，这些被凝固的瞬间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这一刻开始，五四成为中国青年之专属名称。从这一刻开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从1919年到2009年，整整90年前，五四风云激荡，曾经的热血澎湃，曾经的激情万丈，至今依然清晰可触。90年前，是他们引领潮流，挺立潮头，一大批星光璀璨的五四先贤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公认为是五四旗手的陈独秀，是他们当中特别的一位。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的万民路。100年前，这条原名香肠路的街道却是京城里最为热闹的地方。就在这家茶楼的原址上，曾经伫立着一座5层楼高的新世界商场。有文人雅士这样写道：香肠建成新世界，如云仕女杂流名，5层楼阁冲霄起，细管茶寮百味陈。陈独秀的人生沉浮正是在这里写下了传奇一笔。1919年6月11日的晚上，新世界商场灯火通明，人潮涌动。突然间，一堆传单由天而降，现场一阵骚动。第一是要求政府取消承认21条，收回山东的利权。第二条呢，是要求罢免亲日派3个卖国贼，曹、张、陆。第三个是北平的治安要由市民自己来解决，自治。第四个呢，要有言论自由。很快，在新世界商场5楼，便以警察抓获了散发传单的人。但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一次理所当然的公务行动，竟然催生了一个社会大事件。被他们带走的人，正是当时被无数中国青年视为偶像的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全国各地呢都起来声援呢，要求这个北洋政府呢无条件的释放了陈独秀。那么陈独秀被捕的这个事件呢，就成了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推动的力量。6月13日，北京晨报详细叙述了陈独秀被捕过程。6月14日，民国日报全文转载陈独秀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6月17日，陈独秀之被捕之真因，陈独秀之被捕不平民等文章建筑各大报刊。也是在这一天，原在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刊载了一篇标题为陈独秀被捕及营救的文章：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的好墨，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这篇文章的署名为泽东。而远在长江之尾的上海，正在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对着北洋政府的代表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普通读书人家。幼年顽劣的陈独秀却被祖父陈章旭寄予了十分的厚望。陈独秀这个1岁多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么他在6岁多的时候呢，就跟着他的祖父陈章旭呢，去学习。作为当时的安徽首府，安庆市里集中了诸多名门望族，而陈家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书香寒门。但改变开始于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在满清政府对太平军的镇压中，因为战功，陈章旭得了一个候补知县的功名。
加之他最小的儿子陈衍硕在江南乡试中中了举人，进而获得官职，使得陈家终于一改往日贫寒，生活渐渐宽裕。这一系列家庭境遇的变化，更让陈章旭深感功名之重要。多年之后，在陈独秀的回忆中，祖父他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那背书背不出来就要打，每次打的时候呢，陈独秀都是一声不吭，有时候把他祖父的气得够呛。祖父也打不动了，从骂他这个小子这么混，将来呢不是成龙就是成虫。在陈独秀自己的记忆中，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但我直到现在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有人对我哭。而母亲的眼泪是让我用功读书最大的动力。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的安徽会馆，这座古建筑群落由晚清重臣李鸿章兴建，是清末民初晚级官员在京城里的重要活动场所。自1871年建成以来，这座建筑见证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1905年9月23日，一个名叫吴越的安徽青年在这里大宴宾客，席间吴越慷慨悲歌，精神大为反常。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吴越笑答：不日将有所图。第二天上午10点，北京前门火车站，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等五位大臣正在接受隆重的欢送仪式，他们将赶赴欧洲考察君主立宪体制。一声震天响的爆炸声让现场的热烈灰飞烟灭，载泽等重臣受了轻伤，驶向欧洲的战列启动武器，而对五大臣实施暗杀的正是吴越，他当场身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列强连打带拽地扯进了世界版图，当国门打开了一刹那，一向以宇宙中心自居的中国人突然失去了方向，紫禁城里的威权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等变革、改良、革命接踵而至。在这些变革中，有两个地方团体始终都参与其中，一个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系，另一个是以李鸿章为首的皖系。而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安庆青年陈独秀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州，扼守长江要冲的安徽省安庆市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在100多年前，交通上的便利使得这座城市能够最先感知外部的变化，新旧文化的冲突不断影响着这里。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引起了巨大触动。此时的陈独秀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而他内心翻起的波澜却是与他的年龄所不相称的。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他就列举了一些世界上的，比如说像波兰啊、埃及啊这些国家呢，成为这个列强的附属国的这个教训，就是只要有爱国心，就是其国必强；如果不知道爱国的，那就是其国必亡。他这个本身这种理念、这种思想呢，实际上也是为他后来创刊《新青年》啊，提供了一个思想理论的一个基础。1896年，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鼓吹西方文明和新思想的杂志。对于读惯了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子们来说，
石木榜如同一股清风，开启了他们的心智。然而就在石木榜创刊并迅速风靡大江南北的这一年，历行千年的科举考试还是如期举行，科场上还是流传着那句老幼皆知的顺口溜，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陈独秀也在家庭的逼迫之下走进科场，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没费吹灰之力，他竟轻松考取了安庆府第一名秀才。他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很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但是呢他既然去考了嘛，他也要答题，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知道的一些比较生僻的一些字啊词啊全都这个往这个卷子上写。这个考官呢还真给蒙住了，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大学问家。1897年，在陈独秀考取秀才的第二年，三年一次的乡试如期在南京举行。陈独秀又被母亲督促着跟随大哥程庆元由安庆渡舟南京。正是这一次出行，陈独秀坚决扭转了他的人生航向。他在考第一场的时候吧，看见一个胖子，然后穿着一双破鞋，然后呢全身裸露，然后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在读书，然后读得高兴的时候呢，然后一拍大腿说：“好，金科必中。”一个是对这个制度本身，他觉得是一种胡闹，是一种很荒唐的事情。另外呢，对这个对人们去这么去追求这个功名啊，他也觉得这个很不以为然吧。三场考试，陈独秀两交白卷，正式弃绝科举。北京王府井大街是当今中国最具盛名的商业街，在这条老字号云集的大街上，程谷斋的品牌与名气穿越了一个多世纪。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家百年老店的创始人就是陈独秀的叔叔陈衍树。陈衍树在考取举人后步入仕途，此后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了辽宁、新民等地的知府。同时颇具商业头脑的陈衍树还在东北、北京、杭州、安庆等地广置产业，程谷斋就是创办于此时。尽管仕途商旅都顺风顺水，但程衍树却有一块始终也医治不了的心病。那他就是没有儿子，后来呢就是在陈独秀五岁的时候吧，就给过继给他呢作为这个嗣子。1898年，陈独秀被陈衍树带到了东北，然而母亲扎实的苦心安排并未等来他期望的结果。在那块最先又最深感知国仇家恨的土地上，陈独秀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几年之后，陈独秀在一篇名为《说国家》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就在陈独秀暗暗计划出国考察的时候，皇城北京刮起了一股血雨腥风。1898年9月21日，维新不过百日的戊戌变法惨遭镇压。时隔不过一年多，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老佛爷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避难西安，并签下了赔款达45亿两白银的辛丑条约。与此同时，10万沙俄军队兵分五路进军东北，时局动荡，风雨飘摇，一批曾经抱有改良梦想的仁人志士们对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幻想，并由此蜕变成革命党人。1901年10月，浓重的阴霾沉沉地笼罩着整个上海城的上空，陈独秀告别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日本
这个中国的近邻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大，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们最为关注的国度。仅仅是在1901年，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就有上千人之多。1901年11月，陈独秀进入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学校学习，而此时梁启超等戊戌变法的幸存者也在日本。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先行者，梁启超虽然身处流亡境遇，却仍执中国舆论之牛耳。他创办的《青日报》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送着域外的新知新学，而这也成为陈独秀日后办报的最初动机。在日本半年之后，陈独秀回到了家乡安庆，邀请后来与潘玉良结为夫妻的潘三化等人在安庆发起演说会，以演讲的形式宣传西方革命思想，这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安。仅仅3个多月后，也就是1902年9月，陈独秀就被迫离开家乡，再次东渡日本。这次陈独秀的停留依然没有超过半年，他的血性再惹事端。当时清朝啊，派出一个官吏呢，专门去管这个留日的学生，叫姚玉。这姚玉这个人呢，实际上他这个人呢，生活腐化，而且呢，专门跟这个留日学生啊作对，所以当时那些学生啊都很恨他。那么有一次呢，这个陈独秀呢，就和这个张继还有这个邹容呢，就闯到他那个这个姚玉的那个办公室里头，然后呢，一个抱着他的腰，一个抱着他的头，然后呢，陈独秀呢亲自动剪的呢，就把这个姚玉的这个辫子给剪了下来。他不光是剪这个辫子，他也参加一些这个革命活动，当时就被日本警方就通缉。就在陈独秀等三人逃回国内时，正是沙俄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不归还东北的时候，国人为此群情激愤。在日本的留学生们甚至组织了巨额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在遭到清政府阻拦后，悲愤的学生们又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确定用鼓吹、起义、暗杀等三种方式与清政府斗争。2年后，在北京英勇就义的吴越正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在东京的留学生立志于以暴力手段对抗清政府的时候，正在安庆的陈独秀则以另一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呐喊。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发起了安徽省首次巨额大会，陈独秀的名字第一次见诸报端。当时的苏报报道，大会当日天下大雨，但到会者仍300多人，有20多人发表了演说，陈独秀是演讲者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他呢主张呢要成立安徽的这个爱国学社，这个爱国学社这个规程里面呢，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些，实际上有这个推翻清王朝的这个意思。演说呢，听众很多，反响很大，对当地的，以至于这个整个的，清朝的政府，啊，有很大的震撼力。很快，清政府安庆当局放出话来，陈独秀借端议论国政，揭示谋反叛逆，名为巨额，实为革命。满城通缉之下，陈独秀不得不又一次出逃。这一年是1903年，轰轰烈烈的巨额运动引发了更强大的排满革命思潮。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博康有为革命书，在这一年相继发表，掷地有声，在中国大地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革命热情。这个时候的陈独秀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信奉康梁、追捧这个康梁，转变成一个革命者。男子立身为一剑，不知事败于功成，这是陈独秀逃亡上海后写下的心志。从此陈独秀世事亮剑，从反清斗士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
1897年是18岁的陈独秀考取安庆秀才的第二年，在家人的安排下，这个被当地人看好的青年才俊迎娶了安庆同里高登科的女儿高小兰。高小兰呢，实际上比陈独秀大3岁，应该说没有读过书，目不识丁，这些首先从这种条件下呢，就和这个很就是说跟陈独秀呢就产生了一种隔阂。在长辈们的苦心维系下，几年间陈延年、陈乔年等4个子女相继降生，但随着陈独秀成为一个思想激进的革命者，他与高小兰若即若离的关系愈加脆弱。1909年，高君漫到陈家探望胞姐高小兰，一段有悖伦理的情缘旋即震动陈氏家族。高君漫呢是高小兰的妹妹，可惜呢现在我们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也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因为她呢，因为当时就读这个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了很多新思想，所以俩人认识之后呢，很快就能够谈在一起。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漫私奔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陈独秀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近来虽用度不丰，然清晨不报当夫客，幸得佳人自莫愁，公有诗贺我乎。这是陈独秀致信好友苏曼殊时的词句，幸福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陈独秀注定是属于历史的人，从一个热血洋溢的文学青年到中国文化改革的旗手，历史早就选择了他，并将在1年之后把他推到动荡中国的最前沿。1908年12月2日，这一天的北京天寒地冻，而紫禁城的太和殿里却热气喧腾。满朝的文武大臣们正对着龙椅上的一个3岁孩子行3跪9叩大礼。3岁的溥仪在龙椅上大哭不止，他的父亲只好哄他说：“别哭，别哭，快完了。”3年之后，无常的一声枪响。6岁的溥仪如释重负。1911年12月12日，安徽省临时议会召开，孙玉军当选为省军政府都督。几天之后，正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收到了孙玉军的电报，他已经被任命为安徽省军政府的秘书长。收到电报，陈独秀即刻启程赴任。西子湖畔，他和高君漫最温情的一段时光也就此结束。在那之后，陈独秀生命里如这般闲适惬意的经历再也没有了。就在陈独秀宣誓就职2个月后，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就此结束，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来临了。曾经与陈独秀共事的张孝岑后来回忆，孙玉军经常抽大烟去了，军政府里问事最多的就是陈独秀。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各方利益集团纠缠的民国初年，
孤军奋战的陈独秀虽然满腔抱负，却毫无施展空间。他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辞职也在所难免。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甚为不满的南方革命党人群情激愤，纷纷举兵起义，发起二次革命。1913年7月，陈独秀回到家乡安庆，协助革命党人柏文蔚成立了安徽桃源军。仅仅一个月过去后，前线战士的失利迫使陈独秀离开安庆。后来柏文蔚回忆道，陈独秀从安庆前往上海，在经过芜湖时遭遇了第一次牢狱之灾。看到了这个当地这个军阀龚振鹏啊按兵不动，另外呢就是残杀无辜啊，所以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引起了这个龚的敌视啊，扬言要杀这个陈独秀。当时呢很多人都劝这个就是说龚振鹏不要杀陈独秀，因为他是一个名人，但陈独秀自己呢他好像无所谓，他就说要枪毙的就快点。1913年8月，几乎遭受杀身之祸的陈独秀匆匆离开芜湖前往上海，开始了又一次政治流亡生活。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离开安徽以后，陈独秀再也没有回去过。此后他个人的每一次人生起伏都与这个国家的跌宕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也在探索，在思考，就说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反袁斗争为什么会失败，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他最后他得出结论呢，就说这种失败的原因呢主要是关于人民不觉醒，人民没有觉醒了，那么就是说好像国家呢就是跟他好像就是跟老百姓就认为呢国家跟他的国家的兴亡跟他本人没有关系。那么他就说呢，首先就要从思想上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中国的国民性。这个实验呢实际上都是也为他最后创办这个新青年提供了一些就是做好了一个充分的这种准备。就在陈独秀彷徨之际，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书信，寄信人是他交往多年的挚友张世钊。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张世钊是南方桃源军领导人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张世钊被迫流亡日本，创办了政治性月刊《佳音》。身处异乡，万般艰难，很快他想起了字字写严霜的陈独秀。1914年8月，陈独秀和张世钊这两位曾经在《国民日报》中激扬文字，让清朝统治者寝食难安的战友再次会师日本。11月10日，《佳音》刊载了一篇名为《爱国心和自觉心》的文章，作者署名独秀。看他老朋友说老孟征了，虽然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他说你有点不自量力啊，那只有你一个是秀的，这那别人都不秀啊。他说哪里，他说不是，他说我们家乡附近有个独秀山，我不过是那个独秀山下一个居民而已。在这篇首次以独秀署名的文章中，陈独秀的文字大胆而激烈。他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辞之物其过也，存之无所容，亡之亦无所惜。对内是剥削人民是吧，欺压人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你应爱他，是爱国，谁你要没有这么觉悟的话，你爱国反而是反而是误国了，这样的国家亡了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通常说的爱之深啊，则是切，他就爱国的情绪实在是非常深沉，就对国家就那样一种局面呢、实在不满意，就积极的要希望要改变国家，要改变这样一种局面。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发表历时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指责陈独秀实在太反动太荒谬，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一个堂堂知识分子怎么能咒自己国家灭亡呢？还有人写信给张世钊诘问斥责，以为不知爱国，吝负为人，何物狂徒，敢为世论。张世钊理解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在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一年之后，陈独秀即将他的所思所想付诸更大的实践，也将掀起更大的波澜。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重举帝制，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21条，全球华人反对声四起。当天，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一个月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他开始践行自己的计划。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横空出世。陈独秀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因奋自智能，力排沉浮朽败者一去，视之若仇敌，若江水猛兽，而不可为邻，而不为其军毒所传染也。”这是新兴的一个中心思想，一是陈独秀一生的中心思想，就是人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能奴隶别人，也没有义务做别人奴隶。我认为陈独秀是一生是坚持这个东西。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了6点原则性要求：青年应当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今天在安庆陈独秀陵园最显眼的位置，铭刻着当年响彻南北的呼吁。光阴飞逝近一个世纪，他仍然掷地有声。就在陈独秀全力打造《青年》杂志的时候，中国政局再度发生大变。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当蔡锷在云南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的时候，千里之外的陈独秀也高举着科学和民主大旗，力图让蔡先生和德先生的名字响彻中国。一个月后，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了这篇名为《1916》的文章，目标锁定封建礼教。自重强的这个东西，这是新兴上最大的贡献，就反对了三纲五常。那么陈独秀就认为呢，必须要打倒这个，必须要建立，就打倒这个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道德，那么呢，才能建立起个人的这种自主的意识。1916年3月，做了不到3个月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他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蔡锷得胜凯旋，但陈独秀发起的战争仍在延续。这一年的9月20日，康有为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将礼教立为国教，编入民国宪法。10天后，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他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尊孔即为复辟。在与康有为的论战中，《青年》杂志开始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为了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教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混淆，《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1日正式更名《新青年》。就在同一天，原在法国的蔡元培也被黎元洪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黄兴和蔡锷这两位一直坚持着武装斗争的革命先驱相继病逝。而此时的陈独秀因为创办的新青年，正在知识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就在蔡锷不幸离世的11月，陈独秀北上北京，
为扩大新青年发行规模寻求资金援助。这似乎在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十二年前，陈独秀和蔡元培是上海滩并肩作战的两位战友。十二年后，他们再次重逢于北京城里的一家小旅店。不曾想，求贤若渴的蔡校长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哎，他起初实际上是不想来，因为他认为呢，教书呢只能影响一批学生，那么办报刊杂志呢，可以影响，就是可以影响整个中国人。那么，而且他自己呢，现在在上海呢，正在办新青年。所以他就表示呢，开始他是回绝了。遭到拒绝的蔡元培并没有回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成了那家小旅店里的常客。有时候去早了呢，当时陈独秀还在睡觉，因为陈独秀当时呢经常是白天活动，晚上看戏，回来的很晚，到第二天早晨有时候就起不来。那么这时候呢，蔡元培到了以后呢，经常就是不去惊动他。拿个小板凳呢，坐在外头等着，这样呢就给传了，在后来就传为一段佳话，是吧？这才散布网络时候就是这样的。哎，不过这个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还是可以看到蔡元培的风格确实很令人尊重的。为了彻底消除陈独秀的顾虑，蔡元培答应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带到北京发行。然而，陈独秀的顾虑还不止这些，他对朋友说。我从来没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什么学位头衔，不知道能不能胜任。我已经和蔡元培先生说好了，先干三个月，如果干得好就接着干，如果干不好就回上海。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就立即受到了北大师生的拥护和欢迎。当时的北大文科哲学系学生冯友南回忆说，蔡校长到校后立即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我们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是吧？他干什么的，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手握大权的陈独秀随后就将经常给新青年投稿的胡适、刘半农等人招入北大，另外还有李大钊和周作人等人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名师云集，北大文科星光璀璨。很快，坐镇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出重头戏——文学革命。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就居住于此。也正是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富足忧郁的生活。当时陈独秀的月工资是300元，现在听起来一个月300块钱好像不多，但是呢，如果对比到当年的话，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因为当时这个中国的一家五口吧。一年的这个生活费是100元，可见呢，就是陈独秀当时是300元，这个数额呢应该是不低的。还在1916年初的时候，陈独秀就经有人介绍，知道了正在美国留学的安徽同乡胡适。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潮影响，胡适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反思。他给陈独秀写信说，中国文学也要进行革命，才能顺应潮流。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胡适提出来的中国的问题，抓住了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思想解放的突破口，所以陈独秀马上写信给胡适说，老兄啊，你考虑到文学革命的问题很好，你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希望围绕这个问题呢，你仔细的认真的写一篇比较深入的提倡文学革命的文章来交给我们杂志发表。后来胡适就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呢，马上写了一篇文章。1917年元月1日，《新青年》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之刍议》，
文中提出要从形式和精神上一改当时套话连篇萎靡不振的中国文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当年这位年仅26岁的留美学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文章会成为一场运动的开始。反响很好，陈独秀又写了《文学革命论》，实际上是一唱一和啊，这样就把文学革命的这个风潮鼓动起来了。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就在陈独秀喊出文学革命后的第七天，著名古文学家林清南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高呼国未亡而文字已先知，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做出了激烈回应。林清南呢，实际上他是把文言文呢当成了国家的兴亡，他认为呢废除了古文呢，就等于是像国家灭亡了一样。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还在辩论呢，还是文言文好还是白话文好，还在辩论呢，哎，还有这个意思，是不是？可见当时这个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广泛，是那几千人传上都是用这个文言文，不，你想你要把它废掉它，啊，改用白话文，啊，怎么说你就怎么写。是不是这还了得、啊、而几乎就在同时，安徽第一女中一位名叫陈胜先的国文教员也对陈独秀的离经叛道痛心疾首。几番惆怅后，陈胜先的健康大受影响，他的学生见此也对陈独秀仇视起来，他们主张召开同乡会，开除陈独秀和胡适的省级。后来居住台湾的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正是这些学生之一，他向同学们说，最好是带把手枪到北京，找到陈独秀和胡适，每人给一颗子弹，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苏雪林还比较年轻，他是因为他同情他的老师陈胜先，所以他从个人的情感上呢，产生了一种对这个陈独秀和胡适的一种仇视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他后来54以后，他到北京来上学，也认识了，就是更加深刻的了解了陈独秀。那么他慢慢呢对这个新文化运动呢也有更深的理解，所以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头呢就称呢陈独秀是新文化的元勋，热心革命的志士。国内的激烈争论远远超出了胡适的想象，而陈独秀则依然坚持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事，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后来不得不承认，文学革命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就在新文化运动建成气候，陈独秀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启明星时，一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这不仅是协约国的胜利，也是北京当时政府的胜利。中国人相信以战胜国的名义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废除西方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已经是指日可待。1918年11月27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后的第17天，陈独秀邀请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反映现实问题的刊物《每周评论》。3周之后，《每周评论》正式发行。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陈独秀还提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那个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呢曾经提出过一个14条，
这个十四条里面呢提出来，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就是强国还是弱国，大家应该有平等的地位，而且提出来战后要创立一个国际联盟，以便解决国际之间的争端。陈独秀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糟糕表现却让无数中国人为之失望。北京市东城区建港胡同20号，90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的家。1919年5月3日清晨，习惯于早起的陈独秀在家中迎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客人，他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在几个小时前，蔡元培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北京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出卖山东。蔡元培认为眼下最为要紧的是让国民知道全部真相，他立刻想到了陈独秀和他的每周评论。在1919年5月份，创办刚刚半年的每周评论就已经是全国性的大报刊，仅北京一地的发行量就达到了50000份。蔡元培深知这个数字的分量。一天之后，每周评论刊出了陈独秀的大作《两个和会多无忧》。文章中，陈独秀号召全世界人民，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就都站起来直接解决吧。这篇文章发表的日子正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分量的1919年5月4日。5月4日下午，愤怒的学生闯进了北京政府亲日派官员曹汝霖家中，将曹宅付之一炬，但代价是32名学生被捕入狱，其中20人来自北京大学。当天晚上，北大学生聚集在学校大礼堂，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学生们保证，3天之内要将学生营救出来。果然，3天之后，32名学生全部出狱，而蔡元培却在2天后出走北京，并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教育界，而在五四运动中颜面尽失的北洋政府却是暗自欢喜。他们认为，蔡元培离开北京后，学潮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殊不知，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人，而正是这个人将已经趋向缓和的学潮鼓动起更大的波澜。蔡元培已经走了，所以环境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上海的朋友写信来劝他也到上海去南下避祸啊。但是陈独秀的答复是呢，就是说这个恶浊的社会，这个腐朽的社会，这个可恶的社会啊，我不愿和他共存。我倒是希望，当局把我抓了，把我杀了。从5月4日到6月8日，
在40天不到的时间内，陈独秀以每期发表10篇文章的密度，通过每周评论向全中国的民众通告北京所发生的一切。北京的空气依旧剑拔弩张。7天之后，再次传来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北京学生又一次走上街头。6月3号呢，就逮捕去170多人，在这个6月4号呢，逮了700多人。那么当时没有地方关，就关在北大的校舍里面。啊，这就是63运动，啊，63事件。63事件发生之后，陈独秀眼中的北京城已是黑云遮天，灰尘满布，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在5天后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研究室和监狱》的文章。在不到100字的简短篇幅中，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2，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3天后，陈独秀率先践行了自己的诺言。6月9号呢，当时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就商议，要起草一个北京市民宣言。这个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里面提出了几点，就是说，一个是不放弃山东的主权，废除21条，罢免这个陆宗宇、曹汝霖、张公祥等卖国贼的这个职务。另外一个就是说，城市治安呢由市民自治，另外还可以市民呢，提供一些自由的权利。那么关键的一条呢，他是在最后喊出来，就提出来呢，就说如果这个政府呢不答应这个和平的要求，那么呢我们号召市民呢就要以这个直接的行动呢以图根本之改造，就是说白的话就是要造反了。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带着刚刚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径直来到了当时最为热闹的新世界商场。他爬上了商场的最高楼，奋力将印有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撒向了人群。有一个人就对那个就是陈独秀说也给我一张传单。然后呢，陈独秀就给了他一张传单，他一看呢就说正是这个，然后就招呼其他的人说就是这个人，然后呢就把陈独秀给抓了。很快，陈独秀被捕一事成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全国各社会团体以及各社会名人纷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正在上海与北洋政府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为此专门约见了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而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则大声疾呼，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1919年9月16日，新青年创刊4周年之际，被关押3个月的陈独秀走出了监狱大门。当天，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在陈独秀被捕那天光顾过的小饭馆里预备了2桌酒席，邀请陈独秀再次光临。胡适后来回忆说，大家高兴热闹，直到次日凌晨1点。第二天，陈独秀并没有回到北京大学上班。在半年前的一次会议中，陈独秀已经被实际解除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起因是一个小报上关于陈独秀嫖娼的报道。借这个来丑化陈独秀，而呢，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员呢，也附和这种议论，认为他是陈独秀私德太坏，不能为人师表。对于陈独秀的离去，多年之后，胡适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的影响，故不十分酌情。独秀离开北大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酌情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国中思想的酌情，皆起于此业之慧。
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认定。1920年1月，与北洋政府南北对峙的广东军政府通过决议，由汪精卫和张世钊二人筹办西南大学。在地方实力派陈炯明的提议下，汪张二人向陈独秀发出邀请，请他南下广东协同筹办。1月2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一封电报改变了他的行程。武汉的文华大学邀请他前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陈独秀呢觉得啊，我现在在上海，那到广州去呢还有一段时间，那么我就先到这个就是武汉去。此时的武汉已今非昔比，自晚清重臣洋务先锋张之洞1889年就任湖广总督以来，武汉三镇已经拥有了大量现代化工厂，是近代中国继上海之后又一个集中了大量产业工人的城市。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的陈独秀，从这里看到了另一种希望。当时正在武汉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包惠僧后来回忆，陈独秀在此时就已经着手调查工人阶级情况。在抵达武汉的第二天，陈独秀发表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提出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共有的基本政治主张。陈独秀的文采言论在武汉获得积极反响，但对于武汉当局来说，陈独秀的到来却不是一个好消息。汉口新闻报的报道称，当局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武汉这个当局呢，就对他就是，决定呢要请他出境，当时呢叫礼送出境，就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讲就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2月7日，陈独秀离开武汉。此时，广东方面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仍然没有落实，陈独秀只好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但当陈独秀刚刚回到北京，警察就找上了门。警察说，就是说听说你已经到了武汉，而且这个就是按照规定来讲，你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你离开北京要向我们这个就是警视厅要报告的。陈独秀预感到大事不好，他立即找到了胡适和李大钊商议。最后，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登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而高一涵则回忆，北洋政府准备在陈独秀回到北京当天就实施抓捕。高一涵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和李大钊提前赶到车站，将陈独秀接走。随后，李大钊打扮成一个账房先生，又雇了一辆骡车，把打扮成老板的陈独秀送出了北京城。据说正是在北京去往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起建党事宜。这里是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90年前，陈独秀住进了这里。从此，这座极其普通的石库门房子被历史永远铭记。90年前的上海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一战期间，西方国家元气大伤，精疲力尽，但远离战争硝烟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却借此机会得到极大发展。作为当时中国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城市，上海在繁荣的同时，也在孕育着一股新生的力量。1919年6月5日，7万多名上海工人走上街头，征援在63事件中被关进监狱的北京学生。5天后，北洋政府迅速罢免了曹汝霖等人的官职，随后又电令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合约，以平息比学生罢课更厉害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走上这个政治舞台，那么63的罢工是一个标志。他特别强调工人，看到了工人的力量，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导致他后来的要建党。从当时的报道来看，陈独秀开始频频出现在了各种工人聚会的场合，
2月27日，申报报道，陈独秀出席的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3月2日，民国日报报道，陈独秀出席上海船务站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4月18日，时报报道，陈独秀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就在陈独秀积极投身于上海工人运动的时候，年轻的苏俄红军战士们正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欢呼着胜利。1920年2月，苏俄红军经过2年的奋战，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手击溃，取得了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这份捷报并没有使苏俄领导人感到轻松。因为苏联那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国家革命成功了，其他的在什么匈牙利呀、一些他的一些欧洲一些小国家也闹过革命，但很快就失败了，没有这样一个保持下来呀、啊，所以长期苏联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呀、啊。长期孤立的苏俄急需寻找到可以共进共退的革命盟友。1920年3月，21个国家的52名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苏俄领导人列宁起草的《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等文件，宣告共产国际成立。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下属机构远东地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注意。报告里对中国在1919年5月以后发生的全国性罢工、罢市、罢课等运动做了详尽描述，并将这次运动视作了一次由少数知识分子领导、数百万人参与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员来华，寻找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这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从1918年1月起，李大钊成了这里的主任。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行走进了这间办公室。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探访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并希望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而此时，还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并不知道，他就是维金斯基最终要找的人。1920年4月，这时的北京依然乍暖还寒，而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是草长莺飞，万物复苏。此时的上海汇集了大批有过留洋背景的年轻学者，各种学说主义在这里争奇斗艳。曾经创办过新青年、散发过北京市民宣言、做过政府大佬的陈独秀已经成为上海思想界的核心，他的住处也时常高朋满座。在维金斯基来到上海之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了陈独秀的独特魅力。上海呢，维金斯基和这个陈独秀两个人说的叫一见如故，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通过陈独秀，维金斯基很快结识了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众多马克思学者。他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陈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和革命者。而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进一步坚定了创建共产主义组织的决心。维金斯基来以后只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开始直接进入酝酿的时期了。那么酝酿到结果呢，就是到1920年的8月份，那么中国共产党应当说从形式上来说是正式成立了。而就在此时，27岁的毛泽东收到了他同学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信中说，我们应该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则回信说，我无一字不赞成，陈仲甫先生等已进行组织。1920年10月，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16年后，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他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0年8月，
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共党组织的时候，粤桂战争爆发。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得以重新执掌广东军政府。两天后，陈炯明被孙中山委任为广东省省长。在决定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人选的时候，陈炯明毫不犹豫地向千里之外的陈独秀发出了邀请。陈炯明的盛情邀请让陈独秀颇为踌躇。李大钊认为他可以到第一个可以到广东的就是宣传这个新文化，这个因为办教育嘛，可以宣传新文化。第二个呢，觉得可以在广州这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听取了李大钊的建议，并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1/10作为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12月11日，陈炯明复电接受这三项条件。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正式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大权在手的陈独秀开始对广东教育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又召集他的北大学生谭平山和陈公博等人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然而就在这时，有关他的谣言又开始流传了。那么以至于有一次陈炯明在一次会上面就很正正经经的这个问陈独秀说，听外界有人传说你说要在广州组织一个讨富团，有没有这回事？陈独秀说哪有这样的事，他说我是一个自幼就没有这个爹的孩子，他说我的儿子将来有资格组织这个讨富团，但是我肯定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事实上，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确可以组织一个讨富团。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将兄弟二人接到上海，但让人费解的是，陈独秀坚持不让延年兄弟住在家中，并很少给生活费。又有人回忆道，那时延年兄弟二人白天上学，晚上做工，饿了就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每天就睡在新青年发行部的地板上。作为这个陈独秀的第二任夫人这个高君曼来说呢，他经常就是说跟这个邻居们啊或者朋友们哭诉，就说呢，我呢是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继母，又是他们的姨母，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我们是我在怂恿这个陈独秀呢不让他俩孩子家住，知道的就不说了，不知道呢以为是我在虐待他们。那么所以他就这个事情呢传到这个陈独秀的耳朵里呢，陈独秀呢就批评这个高君曼，就是妇人之仁呢反生妇人之仁反生恶果，他们的这个前途呢是要看他们自己去开创。陈独秀的教子之道不免引人非议，但陈延年、陈乔年后来果然成器。1926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一同当选中共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而在1921年的上海，同样发生了一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奇事。1921年7月31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首任中央局书记，而此时的陈独秀却远在广东。
这里是上海市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与会人员13名。7天后，代表们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而此时陈独秀本人却远在广州。中共一大结束后的第17天，陈独秀给正在两广战争桂林前线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去了一封信，请辞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个月后，陈独秀登上了返回上海的轮船。当年曾被祖父预言不成蛇即成龙的孩子，将要面对的是更加猛烈的惊涛骇浪。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了上海，可是这位中共中央局书记很快就遭遇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以往的经费多半是由陈独秀先生筹集，而各地代表也都表示出财力上的困难，使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费用。共产国际支援东方的革命，他肯定是有经费的，马林当然是要给共产党经费，但是陈独秀最初是不要的啊，不要的，是我们要独立自主，那意思就是拿了人的钱就得受听人家的话。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局变幻莫测，各种国际势力更是意欲左右局势，这让一直秉持独立精神的陈独秀深恶痛绝，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工作作风就让陈独秀很是抵触。1921年8月，当陈独秀还在广东的时候，马林在没有告知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情形下，擅自派出为他担任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日本执行任务。得知此事后，陈独秀勃然大怒，他认为马林独断专行是在藐视中共中央。一回到上海，陈独秀就声称绝不与马林见面，并且准备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那并不是说陈独秀第四共产国际来的人，他是主张中国的共产主义是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来领导革命的，而马林呢，处处以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或者共产国际派来的，这样来干涉中国革命。在众人的劝说之下，陈独秀还是在自己的寓所中会见了马林。交谈中，马林告诉陈独秀，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也不能例外。陈独秀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也刚刚成立，一切工作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此后陈独秀和马林反反复复交谈多次，但双方依然各持己见。就在僵局越陷越深之际，一次意外却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21年10月4日，两辆法租界警车包围了陈独秀住所，以宣传过激主义为名，将在场的陈独秀等6人全部逮捕。巡捕房突然跑进来，那么这个抓到了几分这个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还不是党内文件，如果党内文件就麻烦了。其实陈独秀并不知道警察从他家里到底搜到了什么，和他一同被捕的包惠僧后来说，独秀先生真伟大，让我们把所有事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样即使他要坐牢，我们也可以出狱继续工作。当夜一同被捕的6人通宵未眠，与此同时狱外营救也紧锣密鼓。一向温厚的胡适听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大骂法国人真不要脸，随即与蔡元培等人联名向法国驻上海领事提出抗议。与此同时，
马林也花费巨资聘请了上海当时最为著名的外籍律师为陈独秀辩护。经过多方努力，22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得以释放。也正是经历了这次意外，使得陈马二人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出狱后又和马林谈了2次，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从此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靠党费甚至都不能把陈独秀从监狱里面营救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共产国际给这个就是给中国的这个支持就是很重要的。此时的陈独秀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6年之前，他是一介书生，高举着科学和民主大旗，唤醒了无数民众的自我独立精神，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形成。但6年之后的1921年，在继续倡导独立精神和接受共产国际帮助之间，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后者。1921年12月，在成功说服陈独秀加入共产国际之后，马林前往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后，他立即向陈独秀提出，目前国共力量悬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入国民党，通过内部合作改造国民党来实现共产主义。他的提议再次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要跟他在党外合作，党外合作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有批评他的权利，他要保持这个权利。马林不同意。陈独秀提议的党外合作方式得到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上海孤立无援的马林感到很没有面子，他转而离开上海，专程赶往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而留在上海筹备中共二大的陈独秀并没有意识到，正是马林的这一举动让陈独秀的人生以及中国命运都将发生改变。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决议，承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与此同时，陈独秀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也获得了通过。然而仅仅一个月以后，这份尚未来得及实施的决议案就胎死腹中。8月，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这一指示在当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遭到了与会中共领导人的强烈抵制。此时陈独秀的态度显得至关重要。反复权衡之后，陈独秀选择了自己的组织原则。他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是申诉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道，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话一锤定音。在1923年8月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写明团员在国民党中应当与共产党员在言语行动上保持一致，并保存本团独立组织。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会委员张继等人在得到了相关印刷品后大为恼火，他们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并以此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将中共党员开除出国民党。陈独秀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陈独秀写了一篇长文，叫我们的回答，就是回答这些国民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的这些人。他说，你们说我们共产党发展了，那现在谁发展的多，是吧？还是国民党发展多，还是共产党发展多？哎，就是说
是我加入国民党，是吧？是由你们的决议在的，是吧？又是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那凡是违背宣言的，应该开除，是吧？凡是执行宣言的，是吧？那应该受到表扬的，是吧？那个讲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就是说你们没有权利让，谁也没有权利让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面对愈演愈烈的论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7月3日召开会议，最终认为张继等人是因为被反对派挑拨，所以才误会了中共。对于这样的说法，令陈独秀大感失望。他在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信中写道：我们不能无条件的、无限度的支持国民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支持了敌人。对于陈独秀的要求，共产国际并未做出肯定的答复。相反，为了维持业已形成的联合战线，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步步退让，这使得陈独秀逐渐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资助已然使国民党成为中共的最大威胁。这句话不幸应验。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说完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最后一句话后，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先生没有想到，他生前竭力维持的国共合作正逐步走向分裂，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山舰更是卷入了这场党派斗争的漩涡。1926年3月20日凌晨0时，中山舰事件爆发，包括海军代理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在内的200多名中共党员被逮捕。事发之时，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都远在上海。事变真相很快明朗，保罗廷来华后，苏联政府又派来以纪山家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纪山家不仅十分注重发展工农武装，还对蒋介石不断膨胀的实力实施限制，这就成为了蒋介石发动事变的理由之一。于是布什将此次政治事变归结于纪山家等人的严重政治错误，随即将纪山家等人调回苏联国内。在布什看来，此时的联合战线似乎变得稳固无比，而事实上，不再受监督的蒋介石开始独掌国民党军政大权。此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终于收到了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的详细报告，从中了解了蒋介石发动事变的真正意图。他很快做出决定，加强可掌控的军队，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但这条建议又被保罗廷否决。这个苏联设计又群到了极端了，要不然陈独秀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他如果帮助陈独秀呢，那不同了，他找派代表到广州去要5000颗枪，一颗都不给，要钱没有，要子弹没有，全部给国民党。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实施北伐，所向披靡，仅仅半年便进占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陈独秀渴望已久的崭新国家呼之欲出。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已经进抵上海近郊龙华镇。21日中午12点，由陈独秀坐镇指挥的上海市第三次工人起义爆发，经过28小时的激战，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但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消多久，陈独秀已然感受到了一股迎面而来的凛冽寒风。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国共冲突一触即发。这个矛盾的焦点是关于工人纠察队，因为当时上海工人纠察队有武权，都有枪了，都有枪了。哎，他认为这一场冲突是不可避免，
所以陈独秀主张决斗，哪怕是斗争失败的话，蒋介石政治生命从此完蛋了。就在此时，陈独秀收到来自共产国际的电报，陈独秀看完之后交给了身边的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来了个电报，就说不要斗，知道必要的时候把枪埋起来，把枪埋起来。这个电报罗亦农看这个电报说当场撕掉，用这么拆。冲突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上海滩，无论陈独秀怎么挥舞都驱之不散。他似乎感觉到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现在近在咫尺的崭新国家又在离他远去。正在内外交困之际，一个人的出现给陈独秀带来了一丝希望。这个人就是一年前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迫离开中国的汪精卫。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重新推举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委和国民党政府主席，以此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大喜过望的陈独秀立即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在他看来，有了国民党政治领袖的保证，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也将化为无形。据当时在场的郑超龄回忆，签署完文件后，陈独秀的心情很舒畅。这一天是1927年4月5日，就在同一天，斯大林向他的同志们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他说我们这蒋介石好像柠檬一样的，柠檬要把它挤干才把它甩掉，意思就是只要蒋介石反帝就行了。仅仅7天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斯大林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下，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做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但这个几年后被毛泽东等领导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决议，在当时却被鲍罗廷否决。正因为他的反对，陈独秀签署的中共五大决议又成了一纸空文。会议最后一天，陈独秀第五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陈独秀那是我们共产党历史上可能是唯一的连任五届一把手。就在同一天，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但对陈独秀来说，他甚至连欣慰都没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正让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据当时担任他秘书的黄金然回忆，他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1-2点钟。中共五大落幕后的第4天，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又掀起了一次反共浪潮。5月13日，宜昌下斗营叛乱；21日晚，长沙马日事变。此时，一向要求中共处处退让以维持国共合作局面的共产国际再也坐不住了。5月底，中共收到了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争取领导权，要建立自己的武装。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这个一些工农群众，加在一起是7万，建立一个新的军队，要从工农当中啊选出新的领袖来代替这些老的领袖，成立一个革命的法庭来审判那些这个破坏革命的分子，另外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在这份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紧急指示前，一向分歧不断的陈独秀和鲍罗廷意外地取得了一致。陈独秀觉得看了以后，把他这个从桌子上面摔到地上，说一派胡言。为什么讲一派胡言呢？因为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要想武装工农，武装工农可是没有枪械。
突然要我们是吧告贼的武装，是吧？这怎么能行呢？在鲍罗廷的示意下，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信道：“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而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毅的一个莽撞行为，再次将岌岌可危的国共关系推向了绝境。6月5日，罗毅在鲍罗廷和陈独秀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份绝密的五月指示交给了汪精卫。他自己后来说，想在这关键的时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用诚意去恢复双方的互信。按照毛泽东说，罗毅这个蠢蛋，为了证明这个我们的清白，把这个电报是让这个汪精卫看了。罗毅的推心置腹并没有达到意想之中的效果。看完这封绝密指示后，汪精卫一脸苦笑地说，这些指示中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罗毅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仍然蒙在鼓里，他正遵照着鲍罗廷的指示，频频要求各地限制工农运动，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又一封电令不期而至。让所有人惊讶的是，这封电报完全推翻了五月紧急指示的内容，要求中共继续采取退让政策。5天开一次会议，这样呢，我给统计了一下，3、5天开一次会议，就是那会议就那么多，共产国际加上俄共的。莫斯科在那里乱指挥，朝三暮四，七手八脚，谁干得了？谁都干不了。7月8日，莫斯科又一次发来电令，指出中国革命最近所遭受的失败和困难，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由此要求中共刻不容缓地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根据这一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接下来几天，中共和国民党双方相继宣布终止合作，大革命至此失败。这里是武汉市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一次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共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罗明纳兹明确地讲，陈独秀不能参加八七会。陈独秀实际是被当成了斯大林莫斯科遥控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推卸这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替罪羊。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共核心领导层。充满戏剧性的是，7年前，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为第一届总书记。而7年后，在这次决定陈独秀政治命运的会议中，他再次缺席了。八
八七会议后，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专门找到陈独秀，一是向他通报会议情况，二是代表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前往莫斯科。原来到这个莫斯科去，哎，他说我受训我就训够了，说你们都把训够了，我还去受你们的训啊。那一夜，陈独秀一直在楼上踱来踱去。两天后，他彻底病倒了。李叔黄介然请来医生给他看病，整日照看他的生活。此时的武汉已经不是中共领导人的安身之所。1927年9月上旬，大病初愈的陈独秀在黄介然等人的陪同下，秘密乘坐英国客轮恭和号返回上海。在途中，黄介然再次向陈独秀提出大革命缘何失败的问题，这次陈独秀给出了答案。他最后讲，中国的革命不能依靠外国人，要依靠中国人自己领导，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结论，正确的。整整八年之后，陈独秀的这句话在遵义会议上才得以实现。在1935年之前，处于幼年的中共在右倾和左倾之间摇摆，付出的代价是无数的鲜血和生命。直到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遵义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从此走出了困局。然而，这一切对于八年之前的陈独秀来说，显然是艰难甚至渺茫的。1927年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了上海。两年前，长期颠沛不定的生活使他和第二任夫人高君曼的感情破灭。高君曼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他。而就在两个月前，他的大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年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年仅29岁。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给中共中央的多封书信中，陈独秀直言不讳自己对这一口号的反感。他从留苏归来的同志手中读到了大量托洛茨基著作，他惊奇地发现，他被共产国际拒绝的很多主张，竟然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陈独秀由此更加相信，大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错误，都是斯大林固执己见一手造成的。而当苏联的国内斗争明朗后，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赶出了莫斯科。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却与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取得了联系，甚至酝酿着准备自己成立一个托派组织。192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首次向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提出书面警告，陈独秀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奋斗。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式将支持陈独秀的彭树之等四人开除党籍。10月26日，陈独秀再次致信中央，宣称自己就是一个对党对革命负责的反对派。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开除陈独秀等五人，并报请莫斯科批准。报送上去之后，兵变马上批啊，待了好几个月啊，等待陈独秀的觉悟，向他认个错啊，向他脱离关系，跟托派啊，成共产国际，还给他个机会，但真的就不认账。在陈独秀看来，他是在为中共寻找前途，只有这样，中共才能摆脱他人控制，真正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而事实上，就在陈独秀倔强地再次创造未来的时候，历史正在将他甩出前台，直至给后人留下一个完全模糊的背影。曾经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又一次被捕了，这个消息再次轰动上海滩。蔡元培、胡适等人开始为解救老友四处奔走，
而陈独秀已经被押往南京军政部受审。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军政部驻职员皆予一睹陈氏之颜色，由某军出纸束缚，请其作数字以为纪念。陈欣然写数纸，其第一纸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1933年4月，江宁地方法院分三次公开审理了陈独秀一案。这是陈独秀在第一次上法庭前留下来的照片，从他的表情上看，他似乎并不为他的安危担心。1933年4月26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是他第四次走进监狱的大门了。与前三次短暂的羁押不同的是，他将在这里度过相当漫长的一段岁月。监狱方面对陈独秀很是优待，为他专门提供了一间单人老室，10平米到12平米这么大，有桌子有床，那比一般的犯人两菜一汤，有面包吃，可以写东西，也可以出去走一走。陈独秀在监狱里的生活堪称近代监狱史上的一道奇观，他不仅享有独立的个人空间，甚至还经常高朋满座，而朋友的接济也使得他的狱中生活过得不算太差。据当时经常去看望他的杨亮公回忆，陈独秀那个时期收到的皮袍就有14件之多。陈独秀把朋友们的馈赠大都换作了书籍，在他看来，高墙耸立的老虎桥监狱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研究室。他后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轰动的《小学识字教本》《甲戌随笔》等多部著作，正是在这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就连他个人的情感生活，此次牢狱之灾也为他带来了新的体验。这份体验来自于他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早在1930年，陈独秀在上海的藏身之所认识了比他小29岁的潘兰珍，两人比邻而居，潘兰珍热情地照顾着陈独秀的日常起居，两人日久生情，最终结为夫妻。让人惊讶的是，直到陈独秀被捕，潘兰珍方才知道爱人的真实身份。按照这个，在这种危难的时候，有的人会躲开这个啊，躲开这个灾难啊，躲开陈独秀，自己再去寻求另外的生活。但是呢，潘兰珍没有这样，他反而搬到南京，租了一间草屋，住在监狱的附近，每天啊做饭送饭。潘兰珍没有和陈独秀一刀两断，相反，他陪伴着陈独秀走过了人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一段路程。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3日，日军进逼南京，陈独秀被特赦出狱，结束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当天的《大公报》发表了消息说：“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国民党呢，也希望他能够组织一个复蒋反共的这样的一个党，他也都拒绝了。我是不会到那个蒋介石那里去的，我们政见不同，政治上建立对立的。拒绝了蒋介石，陈独秀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在陕北高原的那些窑洞里，有着他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还可以成为自己的同志吗？应该说，当时这个中战对他还是很欢迎的，但是贴出一个条件，他就觉得很难接受了。第一，你要宣布跟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是吧？因为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嘛。啊，第二个话，你要过去一些错误的东西啊，也要宣布嘛，这个、过去有错误。为了打消陈独秀的疑虑，延安方面特意派遣了中共元老董必武与陈独秀商谈。
这时陈独秀已经从南京搬到了武汉。你他马上来掉个头啊，那么好像觉得低三下四似的，且他是很倔脾气的人，有独立性的人，也很难转个弯，也很难回头。延安方面并没有就此放弃，中共刊物《解放》在11月20号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航母中来。然而，未及陈独秀做出回复，四天后，深受斯大林赏识的毛宁改变了一切。刚从莫斯科返回延安的毛宁对中国的同志们说：“我们可以和任何人合作抗日，但托派是例外。”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据张国焘回忆，王明甚至指明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并强硬地表示对待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手持利刃的王明一刀切断了延安和陈独秀的最后一丝联系。1938年7月，陈独秀在潘南珍的陪同下来到陪都重庆，8月又在友人的建议下前往安徽人聚集的江津。在这里，落魄而多病的陈独秀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四年。1939年3月，陈独秀的四母谢氏因病去世。在世人眼中一向不近人情的陈独秀，这一次却表现得让友人们很是惊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积于半聋。”让后世学者感叹的是，陈独秀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他人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幕。到达江津后不久，陈独秀接受了当地名士邓婵秋的邀请，前往距离江津城40多公里的白沙镇俊奎中学修养。昔日的辉煌已成往事，当年叱咤风云的陈独秀是个避居于大山深处的苦行者，孤独地反思着当年的是与非。数年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而事实上，在他之前10多年，在中国历经了沧桑的老人陈独秀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他说一，如果说不解决那个制度问题哈，制度问题不解决哈，一个斯大林倒下了，千万个斯大林还要上来，是有因为有了独裁才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因为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而且我们要从那个制度上去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起来哈，他那些思想话都还是应该说是很深邃的，也很有理论价值的。然而陈独秀的这番高论在当时并无人理会，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仍然要为自己和夫人的生计发愁。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独秀来到了距离江津县城10几公里的这个小山村。那么他见了一个旧书摊呢，他随便翻的时候，因为他是研究文字学嘛，他是热衷于文字学，恰巧呢他发现了江津当地的一个学者，也就是说前清的一个进士杨汝成先生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这个著作手稿在那摊上放着，陈独秀很感兴趣，那么就买了。这是位于江津的陈独秀旧居，事实上这座宅子的主人正是杨汝成。当年陈独秀购得稿本后，杨汝成的后人便萌发了邀请陈独秀整理先人遗著的念头。于是1939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这座杨氏山庄，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年时光。正是在这寄人篱下的3年里，政治上无限失意的陈独秀登上了学术的高峰。那么其实陈独秀这个人呢，我们说呢，他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家，他更重要的，他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叫做是音韵学和这个语言文字学上方面呢是非常非常有造诣的这么一个大学问家。那么应该说陈独秀呢，他是当时和这个在这个学界呀，那么他是和章太炎，就是章炳麟，那么这是这个比肩的人物。20年前，陈独秀被裁员陪三顾茅庐，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除了新青年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的文学造诣。而在陈独秀身后几年，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在看完陈独秀一作小学识字教本以后，更是给予了陈独秀高度评价。这个仲甫先生在文字学这方面的这个造诣，那么从前人包括叫段玉裁以来，没有人超越过这个仲甫先生。而且他还断言，就是恐怕今后想超越仲甫先生在文字学方面的这些成就的，恐怕也不会这个再有人了。如今陈独秀的这些遗作已经成为了学者们的挚爱，人们试图从这飘逸洒脱的真迹中去触摸这位先人的脉搏。没有了金钱，也没有了政治，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就在满目的翠竹之间度过。如今这所占地数十亩的旧宅被当地政府翻修一新，成为无数游人到江津必去的一处旅游景点。然而又有几人能真正感受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酸楚？朱运山，他的好朋友朱运山，这个听说呢，就是这个陈独秀生活很窘迫，也有的说呢，是因为朱运山听说陈独秀过得还不错，这个朱运山不相信，那么就去看他，看他一进门，看到陈独秀这个肚子疼啊，就是咱们胃痛，在床上直打滚，脸上冒着汗，朱运山就很不解，就问潘兰珍，就说怎么回事，仲甫先生怎么了？说揭不开锅了，实际上是饿的，胃病犯了嘛，饿的这个样子。陈独秀艰难的生活境况也使得很多友人为之心忧。这所地处偏僻的乡下老宅时常迎来一波波贵客，包括傅斯年、段锡鹏、周佛海、包惠森等老友和学生，就连戴笠和胡宗南等国民政府炙手可热的红人也不期而至。主要的目的是来收集陈独秀骂共产党的语言，因为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了党籍，他肯定对共产党有意见，然后就是来要陈独秀借陈独秀的口来骂共产党。当时在场的高玉涵后来回忆，陈独秀用一种缓慢的语气说道，本人孤陋寡闻，哑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胡代二人悻悻离去，据说他们随身携带的现金最终也没敢再拿出来。刚才讲过，就是凭着陈独秀的社会关系，凭着陈独秀的威望和影响，那么陈独秀呢，他是不需要不会在钱这个问题上是这个出现困难的。但是恰恰就是因为陈独秀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叫做是是非啊，是非又是非，他这个是这个有气节，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不轻易的接受人家的馈赠，所以造成了他后来的生活窘迫。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为了医治自己越来越严重的高血压，误食了霉变腐败的蚕豆花，导致食物中毒。15天后，也就是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留下遗言，嘱夫人潘兰珍女士今后一切自主，务求自立。当晚9点40分，一代人杰陈独秀黯然谢世，终年64岁。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他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
手稿的最后一个字是袍。没有人说得清楚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他自己的预感。那一夜夜色浓重，